长。对，他的意思说就是变成在这边的时间，你的记录的资料拿回去就黄麦克，不能太多 consistent 这样。不是，你们报道是另外一回事，是我们在衔接之路上面的执行，我们必须要确保不能妨碍国防而退，因为现在人脸辨识的那个系统很发达，所以你知道有任何一个人走过去那边是要跟记录人弄进去，很奇怪的问题了。不是啊，你要问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你给我记录，我法律上面就认为这个问题啊。当然，你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，知道对，但是因为这个变动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不会妨碍你报道的，我们现在只是在担心说会不会妨碍投票的事情。假设你要拍，那就
那边就变有长期性，是就是固定在这边的。因为你看起来是它有点像 monitor， 就是照这边，镜头全部照那边。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。不要讲，我所有的投开票是都在这边，一定经过这边啊。因为如果是假设有树啊什么，我们就挡住了嘛，就没办法看到的。就是他看没有啊，哇，哦对，对，你们可以。到底，到底。我刚刚有，其实我刚刚有讲说，我们拍的画面是可以。我也不用目的，你看你看你的资料，然后你的东西是报道上面的使用，绝对尊重。台湾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台湾很棒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才担心你说把所有的这个经验在这边去进行，那这边投开票的所有的名单，这前几名册，前几名都可以去。我会去核对谁有哪些有哪一些啊？那假设他有买票。那他真的就会说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其实，那我们公司给我们的提示很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要这么做的话，那么多投开票所，那你没那么多竞争，我们只能选，就是选嘛，选最值得报道的，对，是最好的、最优秀的啦。应该这么说，就大概就是在这里。因为我们这里是老公司，有三个，比较大的。特定对象的特征啊，对，那么多投开票所，我们也是。哦，当然，对，我知道你们也有你们的。我在跟你讲说，他有小区的问题，虽然我们这个投开票所有一个小区一点地方在这里面，不用到其他地方就可以设置出来。对，那他原来电视资料应用的话，很多东西就可以知道谁有什么资料。对，这边跟你们沟通的状况是希望说，不认识另外一回事了。对啊，就是说，对，只是说程序上，因为这边全天小朋友他们都希望也可以，我们尊重你们多少自由啦。简单讲，严总跟严总还是一样的啊，只是说，我们还是在意说会不会妨碍投票的，因为有一些前面的记录会产生一些后果。这边的投票率就都清零，如果照你这种方式摄入的话，因为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大
不管认不认识境外人士，是我了解。国家的法律有必须要去执行。对对。是我们的。我们来自新加坡。会有办法去查吗？现在就是时间长短。我状况下他也希望他要拍摄到下午。对，那是不是就让他转，反正让他去其他地方？那怎么样？ Okay, 他可以再去。如果他要去其他地方转，对对对对，就不要说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固定性的长期的拍摄，这样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疑虑。因为双方就是算是协调啦，妥协算是一个。我认为这个是会产生一些问题。看看是不是这样好不好？你只是拍到转早上，那下午你要找到其他地方，我们完全尊重。对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这样折中一下，你们折中一下。但是，我当别的地方说不定就重复同样的问题。会不会你在大安区沟通啊？就是我们大安区，我们这边大安区很多个点，对啊，我们有好几个。我们有包备过了，这样。他们一样还是会可能会向上报，但是因为有这个状况，其实这边前面早上的状况，大家都会我们会向上通报。我们已经都跟选委会都。对对对，都通报过了啦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的意见先会，我们说我们的这样的治疗的方式是，符合法规上面的要求。对。所以我们才会跟你一直在协调，就说，报道的自由在我们台湾是尊重的，啊，但是，民主的基础一定要，他投票上面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丁点的伤害。保障相关的。对这个是我们里面的，因为这变得是。我们这上面也是为了保障，保护你们，也是保障你们的权益。对，那是不是就是看说这边协调大概什么时间点，看能不能做一个转移？你们如果到别的地方，也是大安区，因为大安区我们这边有可能好几十个，甚至应该我光我们这边就有三十个。那这边其实有很多的。内部的，我现在的意思是说，看你是不是可以协调说，在我们的法律的机制里面，我们先给你建档，啊，那假使我们持续认为这个东西有问题，就会在我们法律的机制出来，我们就开打你，啊，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吧，因为我想，我也相信你们是为了报道自由，对对对，国家的，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疑虑存在。啊，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嘛，在入口里面的收录人机，马上可以分析出来谁经过谁的机构。嗯，但是这个科技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小小伤口而已，知道吗？小小的伤口，因为这么大。伤口的问题，我跟你讲说，我们这一个我拍照我里面所有的上面照的哪一些本身的里面来投票，然后再去借选举的名册。先你们就我们先举报也可以，一样可以测阅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。那到时候一对的话就会很多东西就出来啊。那如果说有些哪些人没有来投票，哪些人来投票，这会有就会有各自的问题，也有一些想办法的问题吧。对对对，那所以我们这边看是不是能沟通说，我知道，对对对，那只是说看能不能沟通，看了解这边是不是做个转移。我的手机大点。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应该跟他沟通，有些停止这样的做事。我反正给那个选委会，选委会许多这个询问，我知道。跟你讲的这些相关部门，对啊，就表示说他们认为说，如果时间太长，会有疑虑，所以麻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这边大家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跟协调，这些相关的东西，对。会跟同事协调一下，看怎么弄比较好。是，因为我们也要一个完整的报道，不是说只是小部分。不是，这不见得会不完整报道，一个上午。你看到情况之下，那下午你会认为说他有暴动，有什么？是有一点在我们的理解里面会有点落差。
然后现在在跟沟通，就是说希望你要去截取你的报道资料啊，我们尊重。但是如果从早到晚这样摄入下来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问题。这特殊的问题出来的话，会产生对我们投票上面产生一些问题。我们必须要先处理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才会认为说你的镜头上面可以做一些调整。对呀、啊。本来是两个焦点都不能动的，就是都可以移动，就是在视频在哪里，这里你不敢动吗？问题你不敢动，就持续照的那边，那只要通过那边，因为投票要说那边，你只要通过那边的，就是在你的。要跟我讲说你不会，就是我们在视网上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们才会希望你能够做一些调整，啊，兼顾我们法律上面的疑虑，然后尊重我们的报道，我们去把这种事做一个妥善的安排。对，我们再跟你沟通。对啊。是很多地方啊，还有大安高中，天大大的，对啊对啊，这边区域也是。我其实如果到那边去，是掉我们现在路上的线。不会，你不用担心大安区，大安区就是我们两，是因为变成我们所负责资料会到我这边来。我知道了，以后这样说，那 OK， 我们已经跟他协调过了。就是做一个转移，那你时间也不要待久，就是会变成是说，因为待久就会有人在。大安区啦，你如果转移其他区域的话，就其他我们再。但是你如果转移，也可以做一个比较 variety 的，其他什么样的行程就在其他的票选区的部分。而且你也知道，因为你现在从头到尾一直放固定在这里，一天的话那么长的8个小时，你要看。对啊，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所谓的完整是什么意思，我都在了解。你的报道一定是也比一些画面。对对，就是说，哎，这里也很平和。那你报道你只是这个点而已啊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除非是有些突发状况，我们有跟医院讲过的，如果讲我们会跟司法长，我们会公正的报道，而且我们会把这个另外做一个跟进。那谈到国外又有那么多，对啊，在这个时候变成这个点太久，就是会有那个效果出来，我就觉得不可能，不可思议。应该到新加坡去看看才对，还是不能跟。现在其实还没有排队，你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会排队，你那个报道更有价值啊！你看他一起来怎么样啊？现在都不用排队，所以你会看得出来啊。那现在还好了，现在因为没有人排队。对啊，那当然这一次没有封锁，所以比较快。只是说，这边跟赵姐解释一下，因为现在因为他们希望的是说，看是不是能够比较。他可以协调看看，不要去转移没关系。那选监委他们那边其实向上通报之后，他们都会掌握，他们都会掌握，都会知道。那当然，你可能转移到那个点，一开始那一边的负责的人员，他一开始看到还是会跟你做一个反应跟沟通。对对对，我不信这啊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可以跟他说你们有在这边的状况，他们还是会报，他们会知道。对对对，他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他会通报到单。对对。单问题的负责人会跟我们。对对对，还是会请示有委员那边的地，对对，他就会直接跟他讲说没有问题，跟他协调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如果说有用，但只是就跟这条这边协调了，看是不是做一个转移会比较好。好的好的。对，因为这边做，如果长期性的定在这边做摄入的话，就会比较有这个买投票的疑虑，因为是变成是说民众进来，特征谁有没有来投票，这个都会。哦。对对对。对啊。这样啊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边跟你说一下。我知道你们会有，因为当然，对，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毕竟法律的规范，我们还是要跟你们做说明这样。
我们是不是隐私的问题，我们是投票自主的问题，还有会不会产生其他选举的弊端的问题。我们担心的是这些东西，对，所以可能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机制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大概我们主管机关那认为这个东西要注意，所以他我们尊重你的白纸，对啊，但是因为想说看你们可以沟通一下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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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协调看看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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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其实大安区也很多地方有问题。我知道。不会啊，不见得。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学校，其实都很多是比较大的，比较小。大安高工啊。对对对。对，而且大安高工那边好像也有技术会去。哦，对，我们希望他有。但是那边都会做转移，他们都会转移，就是不会，也不会在那边。不会一直驻点在那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们。看这两点，你们这边如果方便的话，协调看看，看看有什么要让先让我知道一下，好，跟我们这个分局那边做一个沟通。对我们来讲，都要动。知道，但这个现在没办法说完全不动。我知道，对啊，知道你们机器也比较高级，对，也比较臭。我知道，那你们是开车来？我们是搭车，哎，搭计程车。因为在这边其实的投开处就是非常多，包含整个很多学校也都会有投开处。对啊，你们应该有要到一些那个理工美学或者资料。哦。不会啦，大安这边都是平衡的，都是学区，因为这边其实主要。对，你也知道，这边的消费水准，这边都会比较高。对，那只是说委员这边的意思，他是希望可以跟你们这边讲，不要就是长时间的待着，因为他就变成会有持续性，导致甚至他们比较在意的。对，因为没有，
谢谢。然后就会变成说，如果持续性在这边又是在同样一个 location 做一个 view 的话，会比较有问题。他们会担心会有这样的对话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有没有没有，我大概听得懂了，但是我讲的没有在算讲那么清楚。对，我很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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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所以可能就是看这样去这边站，就会跟他们沟通。好的。对啊对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看怎么样再联系。的话，这边附近是有一些 Google 一下那个临江 Market 那边的有很多小吃的。临江 Market。对对对，它算是一个市场。那它公车吗？这边走路其实也到得了，但是大概千米左右。走路的话，它搭电车是很快，搭电车大概5分钟。对对对对，那边有很多小吃，当地的小吃，其实你们也可以去过那边的泡面。那边往那边过去是还有，都各处都是还有一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因为大安很大，大安的它的区域很大，所以它投开票很多。对对啊，因为我也知道你们可能题材需要比较多元化 ，right？ 对啊，其实这样做你们也可以做不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包含你们在对对对，其实如果你们转移到别的地方，他可以做报道，其实也不错，你们还有其他不同。角度去看一下地点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现在其实至于啊，对啊，他们会转移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就是看说跟治疗师协调看看，就是说你们如果要找下个地点的关系，那你们去考虑去决定说要选哪一个下一个那个 location 要去做设计这样。那只是这边的话，可能就是没办法做太持续性。大概是哦，对，我本来想说，到时候是选到了 Line Time 这个号码，然后再确认它。好，我这边跟委员说，本来就是中午前左右可能会转到下个队，因为它其实这个投票时间就大概到下午的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大概3点多就没有，我就不会有。4点就会再做一个开票，那其实你们到下个地方还是可以做相关的，的题材的报道跟手冲。对啊，对啊，这边先看看。对啊，要不然如果时间真的太久的话，其实他们不会一直过来，一直反应。对，他们就是会有一直对啊，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只能他们来，我们就只能再跟你们协调看看。对，那因为他们现在是希望用一个比较软性的沟通方式送的 communication。对对对，那包对，那其实包含你的对对对，你的 teammates 其实也有讲到一些法律的问题，那因为这个法律的认定不是我们说了算，对，就是变成后续要有那个法官那边去，那只是委员会有这样的意思，对对对，所以希望能够跟你们那些做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没关系，那看怎么样再，他是我们收的人，对，一样跟我一组，我们也他也算是我的 teammates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一起，对啊，好啊，谢谢谢谢，那再看怎么样再跟那个跟今天再稍微沟通看看，好啊，对啊对啊，那如果说你真的有要叫便当，有需要，还是说我把像一些便当的店家的电话，对对对，给你们也可以，对啊 ，OK 啊 OK 啊，我问问看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知道，你们就是要方便，我知道我知道 ，OK 啊 OK 啊，我问看我的 colleague。看有没有相关的 menu 这样， okay， 那我等一下跟他说，好不好？那再沟通，帮我沟通看看。了解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对，谢谢哦，谢谢。